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f(x) 等于这个多项式次数是三，代九十四是四啊，代九十五是七，九十六是14，九十八六十四，那他要求什么呢？求这个 f100 是多少？这个哈，我们呢用那个拉格朗日呢差值法哈，把 f(x) 呢把它求出来，这是 f(x)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四。乘以多少？九十四减掉九十五了，再来是九十四减九十六，再乘以多少呢？九十四减掉九十八，二分多少呢？x 减九十五，x 减九十六，x 减九十八。再加多少？再加七，那乘以多少？这是九十五减九十四，九十五减九十六，九十五减掉九十八，二分多少呢？x 减掉九十四。x 减掉九十六，x 减掉九十八，那再加多少？再加这个十四，乘以多少？九十六减掉九十四，九十六减九十五，九十六减九十八。二分多少呢？x 减九十四，x 减九十五，x 减九十八，再加多少呢？再加那个六十四，乘以多少？九十八减九十四，九十八减九十五，九十八。减九十六，二分多少？x 减九十四，x 减九十五，x 减九十六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再把一百把它带进来，f 号一百带进来，这等于多少呢？四乘以多少？一百减九十五，这是五。一百减九十四，这是四；一百减九十八，这是二。那底下呢，这是负一、负二、负四，加上七，乘以多少呀？一百这是六，乘以四，乘以二，这是一，乘以负一，乘以负三。那再来这一项，这一项是十四，乘以多少？一百减九十四，六乘五乘二，那是二乘一乘负二，那再加多少？这个六十四乘以六乘五乘多少？乘四。哦，六乘五乘四，啊对了，这是四乘三乘二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是负的，约掉，约掉啊，所以是负二十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正的，三，三二得六，加多少呢？四四十六，十六乘以七。16乘以7呀，16乘以7，112，再加多少？这是负的，负的话，二约掉一个，二约掉一个，15乘以14，二一零，但是负的，二一零，
那只要这个多少？这是正的，哦，正的话呢是，这个四约掉，这是六约掉，所以是64乘以5，3等于，所以这样多少？3等于加12，啊再减掉21，啊再减掉20，202，这是202。